么重彩呢？这感觉就是有点西北风那种，就是感觉好刚啊。花岗岩很少，所以花岗岩的那个桌案子才那么贵。你整天喝可乐、喝吃糖那东西就没事儿。薯片、可乐、薯条、hamburger。没录上，太漂亮了！这录的什么？这也太漂亮了！我勒个去！这壮观，感觉大西北那种感觉啊！这大西北不是这么，没有这么高，大西北哪有这么高的地方？荒野呀！在这儿长大的小孩肯定不是书呆子，我觉得。我好想爬这个大悬崖呀，好漂亮啊！哇，看这边，哇，好壮观呀，真的好壮观呀！好高的。那还有个山洞，在悬崖中间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我真的好想爬这个悬崖呀！我们就搬个椅子，就在这儿待一天吧。妹妹，你的小脸儿。我不敢碰那车，我怕给我烫糊了。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啊！选一个，我给你。每一天你工作，你挣几块钱？又有这个小，这个方向盘打的，能拧得动吗？我也拧不动，车。车停了的时候，你是拧不动的。能拧得动，但是给我使劲拧过，我把你坏了。上班。我们喝点东西。哎呦，我们好渴呀！你们渴吗？我们光笑，你们渴不渴？来，我们来喝一点冰水。你们喝哪一个？哎呦，我天！喝那个。好，喝这个。我要。哎呦，这个冻成冰了，很有可能打开会。我也想要，好好喝哟！我也想要。下车看见这么一个东西，我在想有人肯定在这哭了半晌。你看见了吗？妙妙，撑一下你的大长腿。又走开。
我们去哪儿？去 campsite 吗？对，去 campsite。对对对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芝芝，这个芝芝。芝芝，什么芝芝？好多蚂蚁是不是？嗯，对，他们在往里搬东西呢。你还真不害怕，我都害怕。哎，你们这不是打卡墙吗？这个？什么？这不是你们？走吧。回去给先生加个鸡腿儿。
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爸爸。哎。我刚才看见一个姐姐，她的腿很长，所以呢，她没有，她的裤子没有湿。是吗？对。然后我长得要我的腿很长，我的裤子。爸爸，刚才我看见一个姐姐，她的长腿很，她有很大的长腿，所以呢，她就没有。所以他的裤子就没有湿，然后我长得我也要俩，这样我的裤子不会湿。可以啊，你让别人打湿。就告诉了外头长辈。刘涵，我们在干啥呀？欺骗世界。刘涵，我们在干啥？摆个 pose。哇，好高啊，真的好高啊。好高啊。老师，你们这个怎么弄啊？我给人弄。啊，我想吃这石头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没事。我也想去啊。那里边万一有妖怪怎么办呀？绿色的水，跳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好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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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再抱。闺女抱了半天了。都不抱我。没有抱你。座山下边有小河，远处还有好多山，这边还有好多山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再爬一下。可以啊，爬去吧。去吧，快去。有那只鸟，有个 blue jay 好像。快点去爬吧。那上面有一只小鸟。几个猴子，哎呦！好漂亮的大山呀，那么高，那么高的大山，悬崖全是悬崖，峭壁。这我天，谁要敢从上面滑下来？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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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呦！Okay, the battle starts first with the buckle balls. You throw the buckle balls.